心灵的铁线桥，心灵的铁线桥，好像是心灵七铁线的地上诀，地上诀。在汲水西河道，在古代有道子，翁内海，到翁内海的时候，到翁内海在西边那里，南投港那边过来，用那个汲水西的河道。到这个铁线桥港，在清朝的时候，铁线桥港还是很重要的港口。南边有那个毛港尾，毛港尾中营、下营，下营毛港尾，毛港尾的港口。到麻豆还有麻豆港。往北边太子宫，然后在北边盐水夜景港，这、就是到红内海的四大港口。北边盐水港，再来就是这里新营的铁线桥，新营的铁线桥港，再往南边中营的旁边那个中营东边的毛港尾港，这现在是谁？反正是下营区的毛港尾港，再往东南边就是麻豆港，在麻豆戴天府的东北边，麻豆港。到后面清朝